哎呀，你一发工资你怎么就浪花钱呢？我浪花钱，我明天吃老板的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我啥钱不够？没，我为我省的钱，发一点不行呢？我以为你打工你想找这个？自己的钱是吧？你搞这个搞几个月，我把这个手机我就不要，万一把这个手机万一你就放心，还找多少钱？又换手机了，这个手机玩意不要。你这么好的手机你换啥？回去找几百块钱呢，把这就得看这个机器看花多少钱过去。买行不行？站起来了，又站起来了是吧？有钱呢，有钱不能乱花，小鱼。没准乱花，我这个手机不行要了，电话卡不换了。哦，所以做日结工根本怎么打算做日结工？一百七住宿吃饭，明天怎么办？后天怎么办？过长期工的，有饭吃，有住宿，有空调。啥都不愁，考虑这个问题没有？微信收款十三元。我一个月4800，我可以搞四个月，2000块钱了。想通了就好多了，也不能乱花呀。你花你想不通就花。我今天到汇通去，花了88块钱去按个摩，真的又吃这么多菜，红油。少按个摩，去搓个澡还可以。搓澡我也搓啊。我2700300块钱我都搓个澡，带服务带好的服务，你舍得吗？三分都舍不得，你搓澡。我这吃牛肉。咋了？怎么今天没上班呢？到别的地方去做。又到别的地方去做啊？是他把你开除了，还是你自己走的？自然离岗吧。啊？自然离岗。那你工资结了没有？要到9月15号。要到9月15号。现在物资500块钱才好。啊？明天物资5000。预支的500块钱是吧？明天物资啊。哦，那今天怎么搞的？今天我先不是在你那里吃个早餐吗？你还给我的100，我看啊，然后充了5次话费，还有多少？哎，你那个钱，你看过视频不是你赚钱吗？得了50块钱账上，还有50啊。你要这件事我就没法做朋友。我给你190块钱，我这个9月19号、15号我再30块钱返给你。过不过早？你过不过早哎？走的。那咱去不走哎？你莫再坐一天，你再坐一天穿那个工服时，你穿一天，身上冒汗不及汗，跟着身上又痛，这个坐长了不得凉气才怪呢。你让我想是不是的？这搞得这身上麻麻，到处都是这个东西。你那天还给我的100了，给你充了5次话费，然后给你50块钱现金喽，拿了它。知道。相当于还是没还钱啊。消了。然后你那天拍视频给你怼50块钱账，今天再给你怼50，好不好？那就只差我多少？只差我90块钱的账了啊。哎呦，我好办呐，不好办的。人生像鸡像鱼，累得像牛是一样的哈。累得像牛，那你舒服的时候像神仙的。舒服没得舒服，那意思让我按摩，搓澡，舍得花钱是不是？对。我让搓澡也有资质的，也有资质。2个月3个月去搓一下。嗯。因为身上没有打蒙了，那每天都是那脏东西在身上。嗯，要不一次搞干净还有几次？我有的呢，我有的不爱了。